镇上出现了一桩奇怪命案，一户人家尽数死在自己家中，屋里没有被闯入的痕迹，甚至不像凶杀现场，但死者生前挣扎的样子好像要从家里逃出去。警方还从这户人家的地下室发现了一具女尸，她被埋在泥土里，没有任何伤痕，皮肤完好，栩栩如生。可是警察找不到她的指纹记录，也没有任何可以证明她身份的东西。今天命案找不到凶手，同时还有一具找不到身份的尸体，这一切都引爆了公众。但警方不是福尔摩斯，只能求助停尸场，至少先找到女尸死因才能通报这件事。老王也是个负责任的验尸官，虽然是加班也毫无怨言，二话不说开始分析女尸情况。指甲里的灰炭不是本地产物，舌头被不规则切割，手腕脚腕的关节都碎掉了，这让老王想到了人口绑架。他刚拿出刀准备解剖，收音机突然自动播放歌曲，他的动作一愣，让自己的儿子小王去关掉，划开女尸的腹腔，大量鲜血涌了出来，这只会出现在刚死几个钟头的尸体身上。但女尸眼神浑浊，显然去世已有一段时间了，顾不上分析这个。老王拿钳子取出女尸的内脏，肺部焦黑，心脏有割伤痕迹，每个脏腑都严重受伤，要做到这样的程度只能是虐杀。只是女尸的皮肤并没有任何被虐待的痕迹，老王也百思不得其解，在他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这时灯光闪烁，老王想要继续切割女尸，却被他的肋骨划伤。去处理伤口时，看见走廊的圆面镜有其他身影，但是一转眼镜面又恢复了正常。解剖继续，老王从女尸胃里发现一个布团，包裹着女尸缺少的那颗牙齿，有人拔掉她的牙齿之后逼她吞下。小王这样猜测，收音机里通报着暴风雨将要袭来的消息。老王盯着女尸，赫然发现她有两层皮肤，一层皮肤上刻着的图案与她胃里塞下的布团完全一致。这诡异的画面让父子俩都愣住。此时一阵熟悉的歌声又从收音机里传出，诡异的话语也引起了小王的注意，要离开这里。他感受到这件事有一些不对劲，忽然实验室的灯开始闪烁，片刻之后白灼灯炸裂，一切归于黑暗。他们急忙离开解剖室，来到出口却发现无法从里面打开，转而准备乘电梯离开这里，但电力不足无法启动，走廊的灯慢慢亮了起来。老王在求助警察，只是或许是暴风雨来袭，信号一直忽好忽坏。小王发现门缝有影子的痕迹，俯身下去一看，一具带着铃铛的尸体正站在门口。为了防止假死，停尸场给尸体挂上铃铛，铃铛一响，说明这个人还没死透。现在一具烧焦的尸体出现在大门口，脚上挂着铃铛，难道他还活着吗？但小王下午解剖的正是这具尸体，他的头颅被切开，怎么还有存活的可能？这石门被剧烈撞击着，铃铛声一阵一阵，外面的怪物随时都有冲进来的可能。突然老王被不知什么力量摔进浴室，甚至没有办法抵抗，黑暗中他只看见一双灰色的浑浊瞳孔。小王赶紧冲进来解救了老王，两人断定这一切都是那具女尸搞的鬼。他们怒气冲冲回到解剖室，准备将女尸拉进焚化间烧掉，只是刚进解剖间大门就自动关闭。无奈之下，小王拿起汽油淋在女尸身上，准备好一切之后火柴一扔，女尸身上的火焰直逼天花板。只是等火燃烧殆尽，女尸竟然连一根头发丝都没有被烧掉。轰隆，传来电梯的声音，眼见离开有望，小王拿起一把大钳子将实验室门撬开，走廊里的灯明明灭灭，两人竭力将老式电梯的门打开，远处又传来铃铛声。老王回头一看，一个诡异的影子闪现，他拿起斧头就劈过去，却听见一声女人的惊呼，察觉到不对劲。小王跑出去一看，倒在地上的正是他的女朋友。今天情人节，他们本来说好一起过，只是刚好被临时送过来的女尸耽误了，他让女友11点再来找自己，却没想到会是这样的结果。电梯打开了，但是电力依旧不足无法启动，两人心灰意冷间看到解剖室升起大团烟雾，也许解开女尸的谜团一切还有希望。于是两人回到解剖室，此时女尸被剖开的肚子已经复原，只有身上的几条血痕证明着解剖的痕迹。老王打开女尸的头盖骨，大脑没有被损伤的痕迹。小王取了一些皮肉组织，显微镜下他看见这些细胞肆意游动，讲述着身体主人生机勃勃的事实。这个女人并没有死亡，你绝对不敢相信，这个女人活了300多年，被剖开肚子，打开头盖骨，依旧没有死掉，火焰甚至无法吞噬她的发丝。这一切只因为她是一个女巫，早在1693年的猎巫中被人残忍杀害，可是她无法死去，哪怕是在经受了那样巨大的折磨之后，她被埋在新英格兰的土里，灰炭掩盖了她，但无法夺去她的生机。直到她被送到停尸间，老王剖开她的肚子，划开她的头盖，最后他们发现找不到女尸的死因，竟是因为她一直活着。她就这样感受着被肢解的痛苦，思及于此，老王突然意识到女巫的目的，他要报复，让老王父子也感受到这份痛苦。他已经年迈无力，只祈求女巫不要伤害小王。突然老王的手腕呈现被人折断的形状，接着是脚腕，女巫将他曾遭受的一一让老王也经历一遍。与此同时，女巫的身体开始复原，先是脚腕，再到那里焦黑的肺腑，眼神里浑浊的灰也慢慢退出，取而代之的是与常人无异的灰褐色瞳孔。剧痛侵袭着老王的身体，他实在承受不住，恳求小王结束自己的生命。解剖刀刺进了老王胸腔，小王在一旁抽泣着，有人吗？小王突然听见警察的声音，他们正在搬开挡住进出口的大树，
小王连忙跑到楼梯处与之对话，只是突然门外的声音停住了，一阵熟悉的歌声传来，小王愣住了，这不是警察，这是那个女巫的骗局。他往后退，撞到栏杆上面，侧头一看，死去的老王突然闪现到小王脸上，小王一惊，往后倒去，却直直掉下二楼，没了气息。女巫没有答应老王的请求。第二天一早，警察前来想要知道验尸结果，却发现老王父子的死亡与之前离奇死亡的那家人极其相似，无人闯入，没有凶杀痕迹，而女尸也被摆在一旁的手术台上，她的皮肤还是如送进来时一般洁白无瑕，没有任何伤痕，甚至透露着生机，只是眼睛依旧是浑浊的灰蓝色。收音机里播报员说着，今天是个好天气，太阳已经连着晒了四天了，这在阴雨不断的英国确实是值得开心的事。警察不想再管女尸的事了，他把女尸送往部署自己管辖的维多利亚大学，让那里的研究人员烦恼去吧。护送女尸的车上，两个工作人员聊得热火朝天，没有人发现女尸的脚动弹了一下。电影结束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本片的伏笔，从收音机里连着第四个大晴天，到第二天只出现老王父子两具尸体，并且说无人闯入，女巫也完好无损待在解剖台上，说明老王父子经历的一切都是幻觉，从一开始他们就没有解剖女尸，暴风雨导致的断电，大树被吹折挡住地下室的出口都是假的，因为那天晚上天气正常，没有暴风雨，而警察说无人闯入，也可以推出小王女友那晚并没有出现在停尸间，她的死亡是女巫营造出来的，为了使小王父子绝望无助，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力，他们从那阵歌声出现开始就陷入了幻觉，也许女巫的巫力正是致幻。电影的结束片段也有未尽之意，也许在下一部里女巫动的就不止脚趾母了，她会大开杀戒还是复活成功正常行走，让我们一起期待吧。